会。哎呀，行。子夜有点，哎，有人，有人，好像是珊珊的声音。算我做个任务啊，等等，五个说法。我做个任务，等等我。上面还有人，上面有没有说法？缝儿里看到上面，你在干嘛？怎么说？好，他在。哎，邱凯的发言非常正。邱凯，我感觉你这个是演不出来的，非常的正。好，邱凯，我已经把你认下来了。等等他是吧？他一定是在做任务。我已经把他认下来了。好，我现在只认他一个，其他人不要跟我逻辑走啊！我也不会理你，好吧？我不会理你。我不理你，来，修凯，你跟我走。修凯，你跟我走。其他人他有可能顺着我逻辑走，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珊珊。你看珊珊问题很大，珊珊问题很大。修凯，你不跟我走，他很奇怪，他很奇怪。没事没事，他不敢动你。我们走，我们走。修凯，你跟我走。修凯，你跟我走。对，你跟我走。他问题很大，他问题很大，珊珊问题很大。来，修凯，你跟我走。我们走远点。对他问题很大，来来来，走下面。对，走走走，我也跟着你们。先你这样哈，先这样，你给个说法。有没有可能？那个你其他人不要管。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其他人你我不管吧，那你刀吗？你敢刀吗？不敢刀吧？来，修凯，你陪我做任务，走。不是，修凯，你陪我做任务。我觉得我只认修凯，我只认修凯一个人。我也觉得。不会，我行吗？可以吗？对呀，如果对呀，我全程跟着他。来，我等一下，我下去跟他们说一下。我好像也见过。来。什么？兄弟们，大家好，队友倒下了。是一次来自远方的鹅，这一波我报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珊珊她能如此的大胆，她直接当着我的面杀人。这一波一定是我跟她两个对跳，但是我这一把我直接站起来。后置位的珊珊，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把黑鱼杀掉？我跟你说，当时我警长，他是警长，他盲开吗？这个警报了，如果没猜错，他是专业杀手，好吧？师傅和修凯走了之后，他直接我们三个人当中开了一刀，我是有点不能理解的。警长他蒙对了，我是肯定要踩他，因为我看到他杀人，没有别人，也没有隐形人，对吧？这一波我是直接啊，我不跟他说话，不跟他说话，他肯定要踩我的，但是他踩不动我，他绝对踩不动我。不跟他说话，这样他警长就不敢就爆不出来了。他的逻辑绝对有问题，你一定要相信我，师傅。继续说，我知道你会怀疑我，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时候他就是利用你的一个反逻辑，他觉得你会怀疑我，所以他就百分之百警长故意在我面前杀人，然后让你觉得怀疑我，让我扛这个票出去。但是我这把真的是一个好人，师傅一定要相信我。我先挂了，交给珊珊，听你狡辩。我啊，好，这里朱大强发言。哎呀妈呀，给你这个机会。啊，那个朱大乔先发言啊，我给你这个机会。我秀才王大谋跟包包，我们四个人一直在一个掐着个点崩，他是最好的。所以如果真的出狼的话，哎、那也是我找崩啊。团团西恩雕马老师跟三修改你们几个人之间出，所以就是我相信团团的那个推理逻辑一定三三有问题，但是三三为什么被杀了呢？我不知道，所以想听一下后面的发言。过。哦，这里大魔三三这一波操作要么很秀。他是一个刺客，然后乱猜，然后自己死，然后张一走团走。但也有一种可能，他就是警长被猜死了，那要看当事人怎么说了。我和秀才哥还有包包还有秀才吧，不能让他说话，因为他说话他一定说我是警长。在一起的没有任何您的时候再猜他，那这一轮就看马老师怎么分析了。你觉得是谁过？先发言。我跟虽然说马老师和秀才全程在一起，我是一直跟着他们的，我也没有走开，然后我的信息就这么多。而且你们四个抱团的话只有团儿跟大强了，然后珊珊现在被拆死了，他可能是拆人拆死了，所以说我觉得过吧。马老师说 OK， 掉队发言，这个不用讲的呀，珊珊一定是他一个刺客狼暴露了，对吧？他瞎猜一个，因为这把是一定票他的。但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只能跟秀凯啊，其他我不管，我只跟秀凯，好吧？那这一轮就七票，只能这样，你们说吧。过。可气。一票。
怎么说？你有没有说法？我是好人，马老师，咱俩给个身份，你给个身份，我在心里。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什么身份？侦探，我摸了你上吧。我摸了你 ，OK， 和团子，你们俩侦探是吧？好，没有动过手。如果后面没人挑侦探，我信你，好吧？走吧，我们走，我们去找秀凯和科团，这两个是做好的，知道吧？来来来，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好，这样的话狼他不敢到。骗你了，昨天我是没有身份，我只能。你骗不骗我不重要，我只盘逻辑。你这把侦探我暂且先信，好吧？我暂且先信，你跟我走啊。必须信我，知道吧？你行吗？你跟我走啊，你摸人给我看就行了。来，你。你摸人给我看就行了，好吧，走。现在找到修可爱和科团，我们胜面很大。你不要跑啊！哎，找不到人呢，什么情况？我跟着你。行。找不到人呢，什么情况？哦，可这我最近找到了。OK OK， 找到修可爱了。科团和修可爱，科团和修可爱，我只认你们两个啊。你修可爱，我是听感。马老师，马老师，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想法，你说，讲给你听啊。你说，就是我可能，你们都离我远一点，离我远点。好，现在我说，你是不是要把我？首先啊，如果首先你认定这个三三他是狼的话。那他不是我认定他是狼，我现在是认修可爱和科团，但是我更认修可爱，除非是科团打冲锋狼，你懂我意思吗？对，其他人我不认。什么？如果是狼的话，他没必要去参与人呐、啊，把这个老板的这个身份做得这么高啊？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吗？有一种可能就是三三是好人，然后老板是狼，有这个可能。老板把他踩死了，然后他猜他什么呢？关键是他科团他拿什么猜他？他怎么去猜三三呢？他猜他什么身份？还是好人，对不对？只有两种，不可能呀！一就是黑皮是狼，三三把他崩了，然后场上还有两只狼，再一个就是三三是狼。对，只有这两个逻辑。但是我目前只认修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只认修凯。我认对，我认马老师和团。还有一种可能。不是，那我呢？还有一种，有没有那个可能？这个三三这个大笨逼，他报了一下自己的身份，有没有这种可能？王大谋，你说的这种概率很低嘛，对吧？但是不管嘛，我们做任务嘛，我们分头做任务嘛，反正修凯，我跟李总嘛，科团认大半个好吗？好吧，你们敢动手吗？你们敢动手吗？还有鹈鹕，对不对？要小心鹈鹕，对不对 ？OK。好吗？好的吗？我相信你。哎呀，我好吗？我们两个全程。好吗？行吗？大哥单走了。OK。跟着你们走，跟着。我感觉不见了。我感觉秀才哥他们。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下尸体？如果发现尸体的话，一定是那一对。合找。好吧，我们两个人分头往下找。回去找。要不下面一起吗？要不要去下面也找一下？好吧。OK。啊，下边。反正分开找吧。来，下面。OK。走。大强，为什么？我是好人，我肯定不会动手。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说你是好人就是好人？对不对？没有说法不行的，没有逻辑，没有说法不行的。继续找尸体。你不要笑，找尸体。团呢？他被嘎了。对，我感觉他被嘎了。要不要赶快去饭堂看一下？要不要去饭堂看一下？对的。OK， 饭堂怎么走？饭堂这边。我跟马老师走。OK。没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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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吧，对，要开吗？没有，找不到科团啊，找不到秀才和科团啊，对呀，找尸体啊，现在没有必要噶，没有必要开，对不对？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哎，有说法。哎，先。哦，我开的饭，当时场面很混乱，但是一个人没死。我得听一下团和秀才哥后边去哪儿了。挑的一把，你这什么意思？一个没死，你一个没死，那说明什么？说明狼没动手啊？哎，不对啊，那这把什么回事啊？狼怎么不动手啊？怂狼局吗？鹈鹕呢？也没吃人吗？这就很奇怪。开饭只能开一次，对吧？
那你把这开翻用了，我现在没有任何信息啊，我只知道 这把字怂狼绝鹈鹕在干嘛，我搞不清楚好吧。秀才你发言过。过了过了。我也没什么，就是因为我跟团儿一直在右边，我们两个一直在解释这个逻辑，这个直接思维碰撞，你知道吗？然后这一局又没死人，那应该就像马老师说，应该是松狼局吧。啊，过了。和气。气吧，我觉得气吧，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狼已经走了一批，只剩一批了，所以他不太敢下刀啊。过。嗯，这把我先直接弃牌啊，我要等下一把的那个线索过。我目前我觉得你们那一群里面应该是要出一个鹈鹕，然后要出一个狼的，因为刚刚我跟秀才一直在右边单，我们两个单独走了很久，然后我觉得你们当中其他的人基本上都是被迫抱团，只有师傅刁德一和修可爱他们两个是抱得很死的。我肯定要一局只能杀一个啊！我不杀，我不杀下一局再杀不一样嘛？你没机会了呀！说实话，对不对？一局只能聚一个啊！你不能聚两个了。你们两个，好吧，过。啊，好，那这把我也弃票了。如果有好人信任我的话，能不能跟着我去把任务做一做？好吧，啊，过。到这时候啊，这里大魔发言，这一波我们等于吃了个白饭，开了个波白饭。那西恩这一波我就有点轻踩他一手，他有可能是个鹈鹕，直接把这个机会用掉了，然后待会儿再把狼一吃，直接游戏结束，直接随便吃，有这个概率，我个人觉得啊。所以这轮我们还是先弃票，我会盯紧西恩，如果我不见了，那就是他吃掉我。不先就是鹈鹕，全部人弃票了，他一个人挂了自己。有问题，有问题。对，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哎，团儿，包包，包包暂时不能认他，好吧？你先把我认一下，马老师，给个身份，给个身份。西安身上有票，那么他有可能是小丑。你包包给个身份，啊、你给个身份。我有身份。来，你过来，我们单聊。来，你给个身份，什么身份？谢谢，不好意思。刁德一报的警啊，刁德一报的警。我在跟这个修可爱在这个实验室的时候啊，碰到了这个包包，然后我让他报身份，他报不出来，我就不跟他走，我就往左边去找修可爱了。回头过来一看，哎，我看他没跟，我回头过来一看，一个尸体，好吧，我直接按的啊。这把死了几个？一个、两个，先死了。行，我这把只能跟科团和秋凯啊。那也就是说，大强、大谋、秀才里面出狼，对吧？但看这把感觉好像只有一狼了，不然不可能到的这么慢。哦、我全程没找到你客团还有秀才过。秀才那我觉得、哦、这一把该出马老师了。为什么？因为马老师在我这儿已经是第二局在盘这个弃票的时候敲钟的时候西恩我是认好的，然后马老师这一波说他是在盘包包的身份，结果死了之后他也没踩个人出来，竟然踩到我跟王大谋身上了。因为王大谋我跟团儿我们是在一起的，对不对？那你先盘你们那边包包是怎么死的，马老师只口不谈。那在我这儿我感觉马老师应该是一批啊，我的想法是这一票我可能会挂给马老师。过了。修可爱发言，我不同意是来哥的发言啊。首先马老师我第一局就跟他待了非常久，然后他直接认我是个好人，因为我的发言他直接认我好人。我这把只认马老师和团儿，狼只能出在秀才哥、王大谋和朱大才里面啊。嗯，过。不，
本来一开始我是比较怀疑修凯的，但这一波修凯的话，他显得就是非常天真浪漫无邪啊，很明显他就是被养猪了。第一轮的事情不要拿到这一轮来说，因为这一轮是死了人的。为什么我不信任你的话语？我要仲裁我的师傅一脚呢？因为我们一开始我秀才王大魔朱大强，我们四个人是碰巧就是刷在一个点。如果你这一轮没有见到我师傅，那一定是我师傅自刀自爆。你的发言不像一个坏人，你就是一只师傅养的猪，所以我建议这一把直接出师傅过。朱大强发言，确实是我团秀才王大魔，我们四个人其实是一直在抱团走的。那如果真的有人死了的话，我觉得就是在马老师跟秀可爱之间出一个啊。现在马老师已经没了啊，那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要把秀可爱出掉吗？还是要跳票过？不秀可爱，不秀可爱啊！不是，我杀了一个加拿大鹅，你知道吧？自动报警啊，我没得聊啊。他不是加拿大鹅，我杀完我直接走了，没事的。偏偏杀了一个加拿大鹅，他自动给我报警，你懂吧？这是最捞的。哎，偏偏杀了一个加拿大鹅，这个是最烦的，自动报警。没有，马老师，你听我说完呢，马老师，我刚才说我是加拿大鹅，你帮一刀。没听到啊，没听到啊，你没听到，没听到，真的强啊！哇，加拿大鹅，好强啊！咔嚓一刀过来了，哎，要升级。好像是又更新了，对，要重建一个，重建一个。哎。这个就很烦，你知道吧？我刚才最后一轮已经暴露了，已经没法聊了，我只能硬猜。啊，对，我再重新建。对，对， okay. 对，我重新建。Okay. 你们黑下屏，我把马发给你们。我对对对，要养了一手秀才，就为了拉票。为啥我这边只要把那个眼睛关掉了之后，就输入的都是代码了耶？对，不用黑屏耶。对，就歪歪公屏看的是那个。歪歪公屏看不到。鹈鹕应该把我吃了，鹈鹕没吃。三三一上来给我。刚才他这个秀才太怂了，他不敢吃。我一个人往下走，他们往上走，你敢跟我下来，你知道吗？那我身后是屯儿啊，对啊，你我就是报，哎，因为你房间串好了吗？不是，我哎，你是军长，你是军长，你倒完人了，然后你没跟那个团儿说一声吗？我刚刀完，团姐就直接报了，我话都没来得及说，你知道吗？哦，行，我想点那个鸡腿，那个游戏里面聊，有点脸上，然后刀完了之后说自己是狼嘛，然后自己还猜自己一手。OK。Okay. 谢谢天天想睡觉，为什么？谢谢天总的四个火箭。Okay. 护养也行啊，无所谓啊，对吧？护养。师傅这把倒霉了一点，因为正好那一波我们四个人刷在了同一个地方。嗯哼，对。而且关键是刷了个加拿大鹅，如果不是加拿大鹅的话，没关系，我继续找你们去，就没问题了。问题不大啊，找不到尸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黑皮他总感觉就像个狼，好人啊！单挑的屁啊！开，高不负，高不负。嗯，好，高不负。OK，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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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K， 我调好了，我开了。好，跟还是跟上把。